小朋友们早上好，今天何老师要跟你们一起上中文课。我们今天要讲关于交通工具。那好，来，我们先看第一个图片，跟着老师念一遍：汽车。汽车。这是汽车，这是汽车。接下来，这是什么？火车。对啦，火车。这是火车，这是火车。接下来，我们看是什么图案？噔噔。那我们看看哦，我们要做练习。我们看看第一个图片是什么？谁知道？哦，是什么？对啦，汽车。第二个图片，哇，是什么？谁知道？火车，火车。哇，我们再看图片哦，哪个是汽车？请你们指一指哪个是汽车。这是汽车，哪个是火车？这是火车。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圣经，我们要一起背我们的金句，跟老师来，耶和华。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诗篇23篇1节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诗篇23篇一节。好，我们的课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再见。